受不了。有没有这么不讲理的醉汉啊？你们是不是都这样子啊？你们是不是都这样子啊？啊，你说你们是不是都这么的不讲理？啊，这边明明就可以盖他鞋挡住的，是什么鬼啊？随便，这边不能盖就算了。谁死了？龙王挂了，完了，又有人要不爽了。你朋友这么早死，怪我。前往回收恐龙。完蛋了，我另外一只龙王龙在哪里？完了，完了，他的社交要变红色了，干死定了！快点！为什么这游戏怎么变那么困难啊？刚开始不是好好的吗？哎，你不要再撞门啦，我已经加强啦。我都已经加成钢筋的版本了，你又可以再撞破，我也是醉了、啊。天哪、啊！我觉得这孵化速度装一个这个好了啦，多弄一个孵化槽，这样子我才有办法掌握一下，不然会动没掉。然后呢，另外一边的盔龙啊，我觉得也要至少在……哎，不对哦。我们要先顾及一下克斯龙的接受度啊，克斯龙接受度已经紧绷了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这边不适合养盔龙，我们把盔龙带到隔壁去好了。我说真的，不然的话你这边死了一个兄弟啊，那单只的盔龙就暴走。添加工作，我把这两只带到隔壁去了啦。甲龙那个甲龙跟克斯龙实在是超级难相处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艾德，我要带走了啦。这边就是盔龙跟甲龙的专区啊，好不好？了解。受不了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是你触别邻居啊，啊，无法接受更多的邻居，他们就会不爽。龙王龙，这边也快了，忘记关门了，快点关。开门，而且弄到后面真的会心累，没控制好，不是恐龙没送，弄好继续疾病死亡再生，不然就暴风雨。我现在就快要暴走啦！你知道我都已经快要施展我的啊 One for All 了啊？为什么这边会是四陀龙呢？等一下，员工过劳而死，这应该不会有这种鬼设定吧？有这种鬼设定，我应该暴走。我在这边放一只华阳龙好了，可以叫官方出一个过劳死的资讯。别这样子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是哦，放一个免疫反应的华阳龙。好，我好像有学吧。哎呀，不要洗屏啦、啊、先给你禁言了。你洗这么长是要给谁看啊？是要给我看，我知道，但是你影响到别的观众了。哎，这边不能用哦，免疫反应。哇，我没有解锁到那里，所以说我不能改那个哦。所以说我们给他弄鲨鱼的 DNA， 应该是可以的吧。啊，这没有鲨鱼耶、yeah! 可能要到第三格才会有。好吧。我们可以先把我们这个科学先往前推。推到它解锁，看可不可以扭转局势啊。啊。好不好，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多一些资源，而现在获取资源的机会来了。至少试着新恐龙。至少四个。哦，哦，居然会成功哎！这是我第一次整地整到可以盖的 ，amazing！ 四岛的帝王暴龙，我们现在才二岛而已嘞。你以为是在家做加油站是不是？哎，今天你顾几岛啊？啊，我今天顾二岛啊，超讨人厌的。啊！不要再撞了！
我已经把你的兄弟带来了。不要！我好不容易把你的兄弟带来，你给我睡觉哦！干，不要！别！快修！快点！你的龙出现了，你的伙伴出现了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看，这是你的家人，你的家人，你的家人啊，有了有了哦，他心情好多了，太好了，哦，然后好不容易心情好多又睡着了，够困去啊，前往自杀恐龙，啊。这游戏本来就有难剧哦，对啊，还有南方巨兽龙啊，我现在还没有到那里啊，我光这里我就已经开始在质疑我是不是有这个控场能力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现在质疑我的人生了，你懂吗？哎，我重开我的遗传基因还是卡在这里啊，他那个没办法解完，我现在没办法拿到合同的钱，无法拿到合同的钱，你觉得？唉，算了。正在前往喂食处。哦，解了，解了，解了。我这儿有另一个合作机会，但难度有点高。我靠，120万，150万。状况不佳的二号队伍，危险，听起来很危险。二号研究队伍，哎，这并不比我们平常的研究危险。好吧，我有要说什么吗？没错，我无话可说。我无话可说。是什么？生病的恐龙做准备，建造并提供电力。空运接获数只生病的恐龙，我们必须确定疾病治疗方。我们疾病方面已经那个了、啊。生病的梁龙即将送达。你能反驳马尔科姆博士的意义？梁龙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他是过分小心。或者是想找机会说，我早就警告过。这个任务有两只生病的恐龙要领取。无论如何，我认为只要我们合作，就能完成这个任务。那所以说我要怎么做啊？送来之后我们医疗它。好的，如同我方才提到的，有一只生病的动物即将来到公园，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。现在就快去准备吧。哇，我没听错吧？很简单啊，你要把生病的恐龙带到我们的设施，把它放这边啊。希望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哦、反正这边刚好有一个空地，很适合放他们。不要跟我讲说一只肉食，一只草食哦，我会揍人哦。还真的假的？一只肉食龙跟梁龙哦，哇，要分开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、哦、这边会不会分太大一块啊？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到时候再盖两个孵化所好了。会不会太小？我觉得有点小哎、欸。我觉得有点小，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啦。好的，这样行不行？一只是锦龙，真假的？双极病已送，哎，双极龙不是有的吗？靠，要送一次200万。前往回收恐龙。哦，我还没开始造景呢，天哪、啊，这是梁龙呐、啊！谁跟我讲双极的？我知道你很忙，但这真的是个不可错失的难得机会。啊、为什么是双极龙？要不要？为什么是梁龙啊？双极龙去哪里了？他刚刚跟我讲，说是双极，然后送过来是一只梁龙。他是梁龙，叫双极。哦，梁龙就好比说，哦，这是个人类，他姓老头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他姓老头这样子，受不了。哇，他是不是要死掉了？我记得我的援救有学啊，怎么会没有嘞？啊，居然没有！哇，科学任务没有完成。等一下，什么科学任务没有完成？
莫尔他岛科学任务，我们现在是什么岛屿啊？这是莫尔他岛吗？不是。对啊，对啊，他需要这个。啊，气啦！啊，怎么没有草？哦，草出来了，好像香肠哦。为了治疗这只动物，我们必须进行研究，看看我们能否确认问题的严重程度。哎，这个解完了，太棒了。我的理解是，我们的公园里有只生命的动物，等待判定，而你和杜瓦博士疾病原型治疗方法。哦，原来这是会照着进行啊，所以说其实不用担心那么多吧。但是我要提醒你们，别让那只恐龙靠近其他动物。哦，跟着任务跑就 OK 了。具有传染性。其实说真的，其实我比较想要把梁龙放这里。哎，做得好，我觉得我们好像开始互相理解了。哦，原来这是照任务跑就好了，我担心这么多。刚刚在庸人自扰啊，啊，他是直接给我了吗？哎，真的嘞。Yeah， 我在担心什么劲啊？我觉得到时候我应该这边拉怪，把梁龙放过来这边吧，因为他好像蛮适合恐龙树木，他接受度超级高。然后大概再放三只梁龙到那个地区，我觉得应该就 OK 了。生病的几龙要送达了，那在这之前的话，我想要先把它带走。确认工作。嗯，把它带到这边来，然后这边把它拉过来，有没有？形成一个新的区域。啊，形成一个新的区域，到这边把它拆掉，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给梁龙了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再盖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再盖一个观测站，谁啊？谁生病了？设置追加工作。哦，这样空间够大了吧？这个也不要了，因为这边等一下要放肉食恐龙。哎、欸，没有肉食恐龙，我们要放那里。我们看一下这边肉食恐龙放下去，它会不会排斥？如果会排斥，再往下扩。肚子好大，圆滚滚的肚肚，这么的圆滚，多尔滚，这个肚子跟我以前的肚子差不多，87分大。你不能等我一下吗？先帮我这边拿。结了结了，我不管了。已经完成运输。然后需要食物嘛，食物的部分就有便宜一点好了，还是这个啊，先这个好了，我快没钱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只，运输完成，终极，哎，看起来好像那个哦，哎，刚好哎，刚好它舒适，恐龙的树木。森林也刚刚好，没有太多，哎、欸，刚好可以再增加一点点，刚好达标。哇，它需要的空间那么小啊，还蛮不错的啊，太棒了。工作收到。好吃，好吃。怎么感觉跟伊特龙好像？哼。什么时候交配啊？这游戏目前没有交配功能吧？保全要不要提啊？算了，顺便提一下保全好了。保障游客安全最好的方法之一，就是能准确的预测恐龙在特定状况下会有什么。之前看别人的实况，吉龙治疗好会一直对巡逻车小车转圈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我们有120-150万了。二号研究队伍，我们不仅能让恐龙复生，也能让恐龙恢复健康。我手上有最新的实验室结果。你给我150万，我也被死而复生了，我也被死而复生了，我有多钱哦？娱乐的部分是玩具店解锁，危险的财产是什么我不知道。然后研究速度，我靠，有锦龙哎，害我有点心动了一下。要先解娱乐吗？有新的恐龙，嗯，有新的恐龙，
当时刚发片看到拆围栏，心态炸裂啊！还好后来有发现问题，超级强迫症发作。你说你有强迫症吗？感谢睡白鼠的30块，阿里卡都有，感谢感谢。我们来啊，来解娱乐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还可以开玩具店，不错，多增添一笔收入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还没。哎呦，草原又不够了。哎、欸，你很难伺候呢。你这家伙一下草原，一下森林，阿内嘞，完了，这边只能放一只了。哦，有了有了，他的草原居然是濒临边缘。我们现在有钱了，我们这边可以养那个，哎、欸，他跟角鼻龙会不会打起来啊？我不想他死掉，说真的。你在合同完成前，真是丝毫不松懈。我现在可以这边放肉食龙，会真的假的？那有什么肉食龙可以跟它共存？迅猛龙还是双脊？真的假的啊？我想要让他们共存哎、欸，不然这样怎么办？还是要独立开来？迅猛可以哦，我们先你们说的哦，被咬死我就独挡哦。被咬死我就独挡哦。老头刚刚考虑赞助了，感谢感谢。把众奇熊取名为阿莫，哎、欸，你们知道之前那只取的那只阿莫啊，他死掉了。我自己试一下在玩的时候，啊，阿莫就这样走了，你们都来不及看到他，啊，最后的英姿，他就去了。阿莫，我会想你的，阿莫。我觉得这边再拉下来一点应该就可以了。我先把迅猛龙放出来。这游戏我通透了，就是粪 game。啊，你玩的比较精啊！我就是随便摸个两把这样子。大型肉食恐龙暴龙中级可以搭配小食肉型恐龙一种，双级迅猛龙。但大型不能搭配大型，小型也不能搭配小型，超过一种同种类就会打起来就对了。再來就是单种族太多只，超过满意度也会打架，太少只低于满意度会破你的围栏，就是要抓控制就对了。啊，食物型的哦，可以剧透一下吗？可以啊，这个游戏没什么好不剧透的啦，我就觉得。我就觉得这游戏其实就是看恐龙而已啦，没什么剧情啦，剧情就是看那三个项目的工作人员在那边嘴炮而已啊。呵呵，我骂你，你骂我，呵呵，你这样做不对哦，呵呵，你这样可以哦。哦，呵呵，我觉得不优，大概就这样子吧。反正他们就只是个 NPC。哇，现在连这都不能盖了，人生圆满了。到底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好好的完成呢？我现在连这个鸡毛蒜皮的东西都弄不出来了啊！果然是粪 game， 你知道吗？你盖房子要你整地没有错啊！啊，你这个受不了啊！可不可以人性化一点啊？啊！人性化一点好不好？景观台我都直接盖马路上，反正可以看很远。原来如此。剧透个，玩三岛一开始只有一个字，就是干。看来你怒气满满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要继续看迅猛龙的那个习性了。迅猛龙呢？哇哇哇！我们要赶快再弄另外一只母汤，母汤，这真的母汤。我们要趁它美送度低的之前，就没有电力，哪里啦、啊？我都忘记景观台要电了、啊。多放一两只四鸡龙，我记得我这边放很多只啊。你没看到这边已经一个团体了 ，Super Junior。哦，这个团体已经很老了，你们应该不知道了。你没看到他们都在这里吗？这么多只，怎么多放一只？这里已经六只啦，少女时代。
啊，有没有看过那一整群司机用跳 Bobby Bobby 的杨采华那一首歌有没有？应该会蛮屌的啊！还在还在，哇！现在极度美送啊，快点，他快要暴走了，我先把他射晕，以防万一他冲出去。快点，你要兄弟嘛，我知道。快点快点快快，别撞别撞。11%，快点快点快点快快！哦，他已经极度不爽，这个一看起来就是准备要犯案的啊，舒适度零啊，准备要犯案的。哦，又回来又回来了。各位先生女士，我们在此隆重欢迎训练。看到他的阿尼基之后呢，他的心情缓和了许多。阿尼基，我们走。好，他在脸书上面交了好友，他终于再也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了。什么物件啊？我们过去合作无间，哎呦，所以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加入这个案子。150万，孵化并放养双极龙、林道龙、甲龙。哇，双极龙没地方放了，只好放下面那一坨。甲龙的话可以创一只出来，这个很简单啦、啊。这边林道龙可以再生一只，哎、欸，刚好。这样算一个了吧？这边放一只甲龙。为什么停电了？为什么停电三分钟多啊？我感觉我被冲康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那个保全不爽，直接给我停电了，因为我刚刚拒绝他。啊，是有什么好不爽的啊？使用停电大法，所以我们要等个2分钟左右才有办法发电。